大家好，我们叫三妹。这只叫三妹呢，的原因是因为它只有三只脚，那我们很简单就叫它三妹啊。它很可怜哦，那时候它在冬奥那边流浪的时候呢，它是碰到捕兽夹，所以爱心妈妈呢就把它送去截肢了。它是一个很紧张、胆子很小的母狗，在没有结扎前，它也生了大概两胎。那我们把它送去结扎以后，那后来还有碰到截肢这件事情，我们就认为它可能不太适合再流浪咯。它现在都非常好，身体也非常健康，它现在呢就是需要一个全心全意爱它的家庭哦。那它三只脚其实是完全没有影响它的行动的，跳上跳下都非常的行动自如。然后它的个性很好哦，它会陪你哦，就是胆子小了点，所以你看现在它在接受陌生人的访问会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，然后它放鞭炮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主人给它呼呼，因为它会放鞭炮的时候跑到你们的旁边，然后一直在那边抖抖抖抖抖，觉得很紧张。可能那时候在流浪的时候人家可能用扫把啊，用雨伞啊驱赶过或是打过，所以他只要看到有人带着扫把跟雨伞，他都非常的紧张。其他的话呢，他的个性很好，而且他对猫咪也很好哦，所以如果你们家有猫咪的也可以养他哦。喜欢吗？赶快把三妹带回家，谢谢。